的目标就是打进台湾大赛。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把每天的工作做好，这是比较重要的。因为我们常常想着未来，但却忘记说应该要把今天的工作做好。那我希望大家秉持这样的心情，然后让我们一起打进去总冠军。那我们要感恩我们县长跟所有的县里的团队。我们2019年成立以来，我们就跟县长跟教育处所有的团队，他们无时无刻的在帮我们，怎么达到最好的硬体跟软体，包括我们球员的生活的照顾。非常开心的，也非常欢迎啊！我们魏全龙能够将我们云林县斗六棒球场当做一个训练的基地。我想我们这个球场哈，现在目前的哈应该也是符合国际水准的一个球场，尤其是我们美国职棒大联盟哈甚至世界棒垒球协会，包括中华职棒棒协，对我们现在球场设备设施啊，都予以非常大的肯定。有任何需求哈，我们都大家一起来配合，就是把球场做好最安全哈的这个球场，让大家能够哈把你的这个技术跟经验都能够发挥到淋漓尽致。